哎，等我，CPA，那个先把手举高啊，先把手举高。等一下，我邀你哦，我邀你进组哦，等一下。谁没有背包啊？谁没有背包？等等我啊，做科的话等等我，我刚刚在动，刚点了个瞄准镜，哇，这消音器吗？好吧，停了。谁开车？谁开车？我靠！哇，店主啊，僵尸！哎，店主，哎呀，铁线啊！金属板，地球。哎呀，需要铁线。三十六就可以做美第奇儿。OK，把点地形放在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OK，这样就没有人发现。我把领地旗放在你们都不知道的地方哦，你们应该不知道领地旗我放在哪里。我把领地旗放在你们不知道的地方。好，哎，这地盘变成我们的，这地盘变成我们的，我就把领地旗放在你们不知道的地方。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我放在哪里。好多倍镜啊！哎呦我操！一摔就骨折了，这是什么脆弱？哎，过来，我有那个，过来，我给你一个东西，你看。哎，给我！我把手铐丢给你们了哈，这是我。我手铐有八个，手铐有八个，两个钥匙。你把沙包打掉啊！
敌人都不能在这地方盖东西了，敌人都不能在这地方盖东西。我放你地契。哎，挂了吧，小死啊！家里箱子吗？家里？没有啊。箱子吗？没有箱子。登山包包。为啥不搞个箱子？因为包包满了啊，砍树也捡不起来了。不然你去盖啊。为啥不造箱子嘞？包包满了，包包满了，盖不了，包包满了。包包满了就造个室呗。嗯，我造的，这全部都我造的，不对，下面那个是他造的。哎，不对，啊对，这前敌人造的啊，敌人。可能是前天吧，前天来拆家的。放心，他们现在已经盖不了啊。我有放那个领地旗了，他们这些东西都盖不了了。没有，没有发电机。有发电机，我们家就可以变亮了，就不用引火。反正我到现在只用过那个啥，我到现在只用过手枪还有散弹枪，我冲锋枪用都没用。主要是我觉得那玩意儿太稀有，用。我身上还有把狙击枪，我也不想用。最近嘛，死了咱就没了。我记得我前天的时候有看到那水下一个很大的房子。下去看一下。都是有很大的房子。哎，你们看，这里水下很多保险箱，这里面有很多保险箱。这里差不多有40或30几个保险箱。我要枪，我要衣服。这里有40。三十四十多分。这里。哎，后面。这里，这天花板被打掉，这里。这里，上面的技能，上面。房子啊，垫水底。打不开呀，这打不开有毛病。嗯，对啊，所以我才说是保险箱啊，不是箱子，是保险箱。隔壁人他踢踢我了，准备干他，要不要？啊，谁踢你啊？谁？有个叫牛逼人的那个踢踢我了。哎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别接 TP， 说不定他会知道我们的位置啊，说不定他会知道我们的位置，小心一点啊，最好不要在这边 TP 啊。好吧，不TP。还信，好吧，没事。对啊，如果接 TP 的话，会知道我们的位置在哪里。如果你们打得过的话，那就可以接 TP 了。要不要盖个车库啊？不然放太久被僵尸打爆。盖个车库，这样防弹铁门。
这样玩家应该就不会就不能打爆了。嗯，对啊，你们要盖木屋，你们可以盖房子啊，你们可以盖房子啊，砍树盖房子啊。我操！谁他妈在开枪？吓死我了！我操！嗯，要不要砍树？哎呀，哎呀，你把我电锯捡走了，我操，真烦！电锯给我抢。嗯，还是他盖房子了。农场不是很多电锯啊，农场不是很多电锯。嗯，你们谁负责盖一下房子啊？盖房子啊？我电锯还给我，这是我捡的，这是我的，把电锯还给我呀！我收藏了好几个小时的电锯，你怎么这么容易的给我顺走了呢？我从中午就找到这电锯了，一直放背包里面，居然交了给我。不过没事。他应该没有开石印啊，他应该没有开石印啊，他没开石印、啊。拿着吧，你拿着吧，你拿着吧，你拿着。太占位置了。我背包本来就没有多少，还有个2x6的位置。嗯，也不知道谁要盖房子。啊！知不知道我为啥不？知不知道我为啥不要那个电？哎呀，需要箱子。丢，背包满的不得了，丢了现在七十多，真的。诶，有钓鱼竿。诶，有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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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面草丛那边，草丛前面草丛那边有人。有没有关起来呀、啊？
别看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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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看门。哎，哎呀，对面要被有人啊，你去把他解决掉。嗯，对啊，我们家那边有人。嗯，你去把它解决掉。好痛！嗯，那美女叫什么？
哎呀，还是暂时先不要回去好了。嗯，我暂时还是不要回去了，我要先在这里打一下，暂时。但还蛮多的嘛。20发，这个就掉。敌人死掉。哎，他的衣服很好哎，看起来还蛮强。怪物好多，这警察局的手枪跟子弹超多的。他妈的，咱家没了，没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还在吧？这么多次你难道还不知道吗？我看那个队友还在家里啊，他好像有说他不会拆家，只是打我们而已。打我们而已。那就回去呗，反正他绝对是刷咱人头的。等一下，先给我找把枪。没事啊，我们就先别回去啊，我们就先别回去啊。但是我不想用。不会有啊，我身上有200 AK， 还有100吧，我身上有200 M4， 还有100 AK。我实在也有很多好枪啊，只是都不拿出来。奇怪，我是不是没有20发的啊，剩下40发的。先别回家，先别回家。前面有敌人，小心一点！把武器放下，可恶，居然3多！打死！危险解除，敌人死掉，怪物全部过来！快打怪物！怪物太多了！
哎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跑过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爬过啊？跑过啊？我就复活在你们的旁边。哦，原来如此哦，原来如此。目前没有看到敌人，小心一点，巡逻一下。这样，看到人，看到人。哎，这个人死掉哎！可恶啊！哎呦！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咱就一直在这里蹲着吗？哪里也不去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哎，有电有电，别动，趴下趴下，我叫你趴下。僵尸僵尸僵尸处理一下。不对不对不对，那个人帮过我，那个人收举高，叫他收举高。小心一点小心一点，他可能会杀你。他是不是没开声音啊？进我们队伍吧。他是不是没开声音？不知道，进我们队伍吧，进我们队。你进我们队伍就点个头。嘿，如果你要手举高，叫你手举高，按吸手举高，按。僵尸打一下。加入我们不？加入我们跳一下，跳一下，他加入我们。